透过地藏经的推广与教学，希望能够利益更多的有缘众生。世界佛教比丘尼协会秘书长建银法师赞叹净定长老你对佛教贡献良多，他不仅荣获大韩佛教功劳牌的表扬，而他所讲的地藏经遍及五大洲。今天非常的欢喜，会当来参与到咱净定长老你的大寿，最重要的是伊做下的对着咱比丘尼的员工是非常非常大，会用讲是空前啊，绝后呢，后壁人咧用啊。那所以呢，这一次在咱这个韩国，那受到咱大韩民国曹洞宗、曹熙宗，咱的这个宗务长，那他所颁发的就是两国，台湾跟韩国对着。这个佛教的交流，阎王公是创下了历史，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以南净定长老尼引他为荣，以为台湾行到韩国，不止在韩国，行了到到五大洲。我们今天比丘尼呢，由我们净定长老尼来带领，带着我们跨一步一脚印，伊安尼弘法利生度众。来学着地藏王菩萨这种的精神，那么来度众生，这就是咱的梦幻。所以讲呢，今仔日我个人真代表着世界佛教比丘尼协会以及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两会理事长，那今仔日伫遮，第一来甲祝福，吼，互伊福寿无量。第二，也恭喜光耀比丘尼。建银法师代表世界佛教比丘尼协会与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致赠匾额于净定长老尼，肯定他在佛教的贡献。十方新闻黄慧如、郭义文高雄采访报道。